天哪，您找我啊？你下午不是要去谈客户吗？手伸出来，给一个秘密武器。天哪，什么呀？天哪，你给我戴这个干嘛呀？我头发又不长。你懂什么呀？我跟你说，戴上这个，那些女客户都不敢让你喝酒了。真的吗？天哪，那太谢谢您了，我这就去找客户谈合作。天哪，合同签完了，特别顺利。天哪，你不提我都忘了，我给女客户扎头发了，她还加了我的微信，说以后常合作呢。李快乐，你这么喜欢给女生扎头发呀？你现在立刻马上给全公司女生扎头发，扎完票走，快！天哪，好看吗？哎呦我的妈！你笑起来真好看，像春天的花一样，把所有的烦恼、所有的忧愁，统统都吹散。给你们介绍一下我的老板，朋友圈超模，火锅品鉴师，双十一投资人，火红书藏家，年度熬夜冠军，王者荣耀口头王者，国家级抬杠运动员，美图秀秀特约摄影师，中国驰名窝里横，奶茶鲜杯不对，干啥啥都不会，上班大限告退，迟到要我下跪。走吧，李快乐。哎，好的，李秀秀，回公司吧。嗯。你要叫我什么？没什么，秀秀。